很多妈妈都有进补的概念，可是搬到美国来之后，真的，尤其你住在外州，不是在加州的话，你要买个中药，哇，真的是有钱都不见得买得到。所以我们今天推出药膳堂，尤其是由中医师哦，杜医师自己亲自来做调配，禁止自己亲自把关，让大家带回去，包括了四物汤有四包，包括八珍汤有四包，以及十全大补汤也有四包，让大家带回去。尤其是中药，大家都知道，它对于身体来讲的话，它是从里到外的调养哦。你在 MC 的月新来的时候，你要吃的这样的一个四物汤，八珍对于所有很多那种上班族久坐的人呐、从里面帮你做调养，然后再来十全大补汤，你怀念的士林夜市的十全大补排骨，对不对？今天也一样有四包让大家一起带回去。那当然你要看到的是，在外面你可以买，有的地方你买得到中药，可是不见得是安全的。我们全部做过实验室的实验，没有农药残留，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重金属，还有没有硫化过，所以绝对要吃的健康，吃的棒。然后再加上我们还要附上这个食谱哦，因为不知道怎么煮，没关系，食谱在这个地方。那当然这样子一整袋一整箱，你收到的时候是12包，然后再加上2包的这个香囊哈，你这个就会把它挂在书包挂在车上，通通都可以，因为这个全部都是这样子的一个中药材放在里头。那我们有3种样式是随机出2包给大家，我们今天是99块钱让它全部带回去，加油打电话哦。